不一样的斗破苍穹期，死于九鼎到了，又提一剑，我便得强大。如果我能让你提升实力的话，你是谁？唐门、唐三，怎么提升实力？这件案棋在发射时，犹如孔雀开屏，火光灿烂。而就在洞穴深迷之际，一伙人幸运探查绝世暗器，所以名叫。 霍继明，从唐门走深了，毒死了武器，必须要赋予一定的代价，天为灭将，死于暗血。好，以后你就是唐门之人了。现在终于清楚了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？三年之约，如约而至。萧家，萧家。 花兰家，花兰英，今日你就永远留在云岚宗吧。去留，但轮不到你说。你话对，是的。是的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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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